心理健康出现嘅时候，我哋可能会病；而心理状况唔好会削弱我哋嘅免疫系统。当我哋感到唔开心、焦虑或者有压力嘅时候，好难保持自身嘅活力同良好嘅社交关系。因此，心理健康绝对影响我哋嘅思考、感受、行为同人交往，可以好好享受日常活动。关爱自我健康，心理呵护必不可少。爱健康节目。 系由 Reason Health Partners 为思康赞助播出，爱健康，爱自己，尽在为思康。欢迎大家嚟到爱健康，系啦，爱健康呢个三个字咧，相信大家咧都会系好贴身咁样话俾大家听。我哋爱我哋自己身体健康啦。咁、嗯、除咗爱我哋自己身体健康之余咧，其实我哋心灵嘅健康咧都好紧要嘅。 因為咧，如果有啲咩事發生，我哋嘅心靈開始有焦慮啊、唔開心啊、憂愁啊，我哋唔單止咧同我哋身邊嘅家人啊、朋友咧，係會受到佢哋會俾我哋受到好大影響啦、啊。我哋可能會發脾氣啊、唔開心啊、掹整啊咁，咁從而咧都會影響我哋嘅健康。咁我哋身體健康出現咗問題咧，就好大件事噶啦。咁所以咧。 身體健康、心靈又要健康、心理上健康咧，就是、一個好開心嘅人生啦。咁所以呢個節目愛健康咧，就希望帶一啲多啲嘅信息俾大家。咁喺節目裏面咧，我哋好開心，由上一集咧就已經請到呢個節目嘅贊助商嚇、啊，就係咧維斯康 Racing Health Partners CEO Hugh 赵先生咧嚟到我節目面前，同我哋咧一齊傾下偈嘅。咁由於呢、就是、这么新的一個維斯康咧就係咁新嘅一個。 誒機構啦，對於我嚟講好新啊！咁所以咧，我都好想咧喺呢一集再請阿 Hill 同我哋傾多啲，了解多啲，有啲咩咧可以誒服務我哋啦，受惠嘅都係我哋嘅市民。Hill 再次多謝你，好多謝主持大家好，多謝，係啦。咁啊嚟到呢個節目裏面咧，我都好想再問下，嗱，上一集你就講過，你咧係二零一零年成立嘅，係<是>，即係十四年啦，係啦。 十四年里边咧，大家都真系嘅喺社区里边，我哋唔系太过专注睇到啦。虽然可能有一啲嘅活动啊，出边有一啲诶大型嘅活动啊，或者喺啲公园啊球场里边，可能你都有一啲嘅 event 喺诶附近去诶俾大家去参与嘅。咁但你知啦，市民嘅嘢唔会理边一个组织噶嘛，有得玩就嚟啦的，系咪？系啊，我都会啦 <laughs>。系啊，冇错啦。 咁所以咧，我哋就可能疏忽咗，原來你都喺社區都有好多嘅 service 啊、服務啊，俾我哋。咁嚟到呢一度咧，我都再想問下你嘅服務嘅對象係咩咧？因為可能有啲嘅朋友咧，上一集係冇聽到嘅。咁不如咧，你再誒好、呃、概括咁樣啦，同我哋講下。 你有邊啲嘅服務對象？係咪我哋都可以成為你嘅服務對象之一咧？咁樣係係咁，是是我哋係一個公共衞生嘅非牟利機構嚟嘅。咁我哋咧就係、是、專門幫我哋啲新移民嘅家庭，所以我哋全部嗰啲服務咧係提供好多唔同嘅議員嘅。我哋嘅服務咧係分開三部分嘅。第一部分咧就係、是、誒身體嘅健康啦，第二部分咧就係、是、心理嘅健康啦，同埋第三部分咧就係、是、社會嘅健康。嗯，係啦。咁其實咧，我記得啦嚇。 你哋嘅服務對象呢，係乜嘢語語言？係乜嘢語言嘅人呢，都可以接受到呢個服務啦。<是的 S 1> 因為唔係淨係講我哋中國嘅方言啊、台山啊、客家呢啲啊。原來呢，西班牙語啊，甚至你講印度啊、阿拉伯啊、阿拉伯啊海地啊，哇！即係其實呢，我哋少數民族，我覺得咁講啦，好嘛？少數<的>民族呢，就已經可以受惠噶咯噃。係好啦。 咁啊，非常好啦！我哋都係屬於小眾民族啦。咁我又即係同大家 recall 翻啦嚇，誒重溫一下，係唔計收入啦，唔睇 <是的 S 1> 你有冇保險啦，亦都唔會睇下你係咪有身份嘅人士啦。係啦。總言之，你入得嚟敲門，你哋就儘量係提供一啲免費嘅服務俾佢。係啦。包括同佢檢查身體啦，嗯、<哼 S 1> 包括誒喺一心理上需要一啲嘅啊社工人員啦。 誒心理醫生啊，咁都可以同佢約一個時間去了解一下，幫助佢哋嘅。係，咁仲有一樣呢、就是，就係最緊要話，我就好想問下啦。你呢個名呢，就係叫做 Raising Health Partners。嗱，個重點咧就喺 partners 嗰度啦。我好少見到啲機構咧係寫 partners 嘅。咁你寫得 partners，即係有一啲合伙人啦。嗯。咁係咪有好多唔同嘅合伙人先成立到呢個機構呢？ 誒係係，但係唔係淨係成立，係我哋一路提供我哋嘅服務咧，係要很多不同好多唔同嘅機構咧嚟一齊合作嘅。嗯、我哋咧其實咧有誒多過120个不同的机构的一百二十個唔同嘅機構嘅一嚟合作，因為我哋知道咧特別啲新移民咧，佢哋唔係淨係得健康嘅問題啊嘛，係咪？有時咧好多時咧都係法律嘅問題啊，或者誒誒、嗯呃、住宿嘅問題啊，所以咧我哋要不同唔同嘅機構嚟可以幫。 佢哋誒嚟解釋呢啲唔同嘅問題咧？誒、欸，你咁樣講，我又牽起一個問題咯噃。你頭先講個譬如話，好多嘅市民喺係住屋啊、法律上啊嘅問題，都可能係牽涉到誒求助無門啊，又或者咧去揾律師可能要好貴。係啊係啊。咁係咪即係你其中嘅合作伙伴咧，都有關於係法律部嗰啲嘅咧？有少少，我哋唔係話即時可以。 誒，呃、即係唔係一個部門，<的>而係你有呢啲嘅誒專業嘅人士，<的>可以去同你嘅或者誒、呃、市民約一個時間，去俾一個嘅解答俾佢。就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即是,是,是可以幫佢哋咧明明白佢哋嗰啲 rights 系咪係乜嘢？嗰啲 immigrant 係啦，佢權力係乜嘢？咁樣下一步係乜嘢？嗯，喂，咁我諗下咧，住喺即係啊 Brooklyn 嗰邊啦，好多朋友都可能誒住屋啊。 或者喺誒俾房東或者無理去誒刪咗啲 h i t 啊，或者好多嘢唔提供啊，咁、嗯嗯嗯、會唔會都可以去同你拍下門幫下手咧？我哋都可以幫佢哋咧嚟，即係誒、啊、明白，或者唔係可以直接解決到嘅問題咧，但係可以明白你可以點樣樣嚟解決，你可以去邊度，或者你可以即係誒誒去邊度 complain 啊，係咪？或者嘅紐約市嘅 consumer affair 或者邊度可以，即係可以幫佢哋嚟。 誒誒解決一啲問題，尋求一個正確嘅門路，係啦<的>，介紹一個渠道俾佢，係啦<的>，等佢知道佢都可以有人幫佢嘅，係啦，係啦。咁譬如咁講啦，呢啲係市民生活嘅嘢啦，切身嘅嘢啦。咁譬如話一啲公司咧，小型嘅公司都會唔會幫到嘅咧？譬如我係一個誒、呃，你而家好多人都 work from home 啊、嗯、<哼>，self-employed 啊咁樣樣自雇人員啊咁。 咁佢都係一個市民嚟嘅喎，咁呢啲會唔會都可以幫到啊？Yeah, 一定會嘅，因為我哋特別咧，我哋 Booklin 咧同埋日落公暖咧係好多細嘅公司仔啊嘛，嗰啲 small business 啊嘛，咁<的>有好多時咧嗰啲細嘅 small business，佢哋自己咧嗰啲 health insurance 啊、嗰啲保險啊咩又好高啊嘛，好貴嘅。誒、呃、咁樣佢哋有時咧或者有嗰啲、呃、人工咧，又有好多唔同嘅、呃、健康啊、醫療嘅問題，所以我哋都可以係幫到佢哋。 哇！我真係越嚟越發覺咧，你呢一個嘅機構咧，呢個非牟利機構又唔收錢，又唔查問身份嘅，真係識得遲，真係識得太遲。<laughs> 我哋啲聽眾咧就好幸福啊！咁可以接住呢一個愛健康嘅節目咧，就可以知道多啲。原來啊，喺我哋社區咧，係有一位咁年青嘅才俊去默默咧經營咗十四年嘅呢個呢個組織嘅機、这个、構，林安組織啦嚇。 驚嘅組織講機構啦，咁你就可以同大家一路提供好多唔同嘅服務啦。咁你嘅對象咧就唔係淨係年青人啦，亦都有長者啦、大人啦、老人家嗰啲啦。咁啊，剛才問到嘅就係好緊要一樣嘢，一啲小型嘅商業自雇嘅人士，佢喺誒工作上去嘅商業方面嘅 business 方面咧，係出現咗啲問題，唔唔知點樣處理啊，或者誒。 税务方面啊，法律方面嘅事情啊，嗯嗯、我哋都唔想話以身事法到，嗯、無端端原來犯咗法嘅咁，咁都、嗯嗯嗯、可以咧去打個電話或者問下你哋、呃、請教下，你哋就算即時冇呢啲專業人士喺度，咁係咪都可以？哦，你留低電話，我哋會幫你約一約，然之後咧再 refer 翻你去呢一個電話度。 等你有一個解決嘅途徑咁，係咪可以啦，所以我哋就有咁多誒合作嘅機構啦，啊、有咁多 partner 啦。誒，如果隨時有咩事咧，我哋可以誒 refer 去好似嘅紐約嘅 Bar Association 啊，係咪？或者誒紐約嘅 Lawyers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啊，呢啲唔同嘅機構係專門係幫呢啲咁特別嘅問題嘅。啊，真係幾好喎！我哋知道咗之後，咁我就再想問下你啦。咁其實嗱，你呢度已經解答咗我咧。 本来想问你嘅问题，本来我想问下啊，你嗰啲合作嘅 partner 係有邊啲嘅誒範疇咧？咁咁、嗯、不如咧，我換一個問題問你啊。好啊。嚟緊我哋仲有係十一集啦。嗯哼。咁係咪十一集裏面咧，係你哋都係提供一啲嘅專業人士喺我哋節目裏面同大家傾下偈咧？ 係啦，係啊！咁樣我哋咧，因為我哋成日係講身體健康，唔係冇咩講心理嘅健康啊嘛，所以我哋呢十一集咧就係、是、想真係了解下心理嘅健康係乜嘢嚟嘅。咁樣咧，我哋就會有啲唔同嘅心理嘅治療師，有啲咧係嗰啲心理醫生啦，psychologist 啦。但係咧，其實心理治療師咧有好多種唔同嘅，唔係淨係心理醫生啊嘛。有啲係社工嘅，好似嗰啲 licensed clinical social worker（LCSW） 都係可以做心理治療嘅。 有啲係叫做 l i c e n s e Mental Health Counselor（LMHC） 都可以做心理治療嘅，又有,有 l i c e n s e Creative Arts Therapist 啊、l i c e n s e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ist，好多種唔同噶嘛。咁樣咧，我哋就會請佢哋上嚟咧嚟解釋佢哋每一方面嘅誒誒服務。係啦，佢哋每一方面嘅服務，佢哋係點樣樣誒，即、嗯就是幫我哋諗下我哋每日嗰啲誒問題啊，我哋每日嗰啲誒誒壓力啊咁樣誒，同埋用佢哋嘅。 特別嘅誒、嗯、方法，啊、方法誒、嗯、教我哋可以點樣去舒緩我哋一啲嘅壓力啊，或者尋求到一啲<的>最緊有個方法咧，係你可以有個出路啊！係啦，係啦。我哋最緊要就係講人咧，仲有個出路。咁我哋咧有,有出路啦，你就唔驚塞住咗喺度，你又唔驚咧。原來呢個世界咧，我係咁慘嘅，其實唔係啊！好多嘢咧，你一定係有人幫你嘅，只要你咧行出嚟。 揾人敲門、撳鐘，話俾佢聽，打个電話，咁啊有人幫你㗎啦。不過呢，我哋你想知道多啲關於係維斯康多啲嘅服務呢，我哋不如休息陣先，返嚟再同大家傾。愛健康，愛自己，盡在維斯康。